台湾地处于亚热带及热带气候地区，气温高，雨水丰富。而台湾的果树大部分种植在坡地上，土质多属于贫瘠，地力差，又缺乏灌溉设施，以至于果农在栽培管理上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过去果农们都是凭着以往累积的经验惯行施肥，导致果园长期不当施用化学肥料，结果促使土壤酸化裂变，造成树体营养失调的情形颇为常见。所以如何避免果树营养失衡，如何提升果实的品质，是农民当前最重要的课题。而量身减肥，实施果树合理化施肥的政策，是改善土壤、增加果品的不二法门。在今天的乡间小路当中，我们将带领观众朋友来了解柑橘的栽培情形。新竹县的丘陵山坡地形非常适合柑橘栽培。清朝领治时期，这一地带的主要农产物为稻米、茶与樟脑。由于产业技术变化，国际价格波动，茶与樟脑逐渐减产了。到了明治40年，日本政府在此地推广柑橘栽培面积达到70甲地，再隔10年，大正5年则拓展到1000甲地，从此便奠定新竹柑橘在台湾重要的地位了。说起桶柑，就让我们想起农历春节，因为桶柑收成的季节刚好遇上春节，橙黄的颜色象征吉祥喜庆，并且因为它的耐储放，所以可以在神桌上从除夕供到初五过亏，因此便有些人把桶柑也叫做拟柑。或许各位观众朋友和我一样，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疑问，桶柑一点都不像桶子，为什么把它叫做桶柑呢？过去在中国大陆岭南地区，因为盛产柑橘，当地的农友使用红青木桶装载运送桶柑，风味甘美的桶柑和美观的木桶同样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此呢就把这类的柑橘也叫做桶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新竹县峨眉乡的桶柑物语。柑橘为台湾重要的经济果树之一，属于亚热带果树，栽培的品种相当多，主要栽培品种包括桶柑、桶柑、柳橙及文旦柚等等。在台湾栽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从平地到坡地都有种植。其中桶柑是一种由碰柑与柳橙自然杂交而出现的品种，果形比碰柑小，但是果体比碰柑圆，果皮组织疏松，比较容易剥皮。由于过去在华南地区长江一带的桶柑大多是储藏于木桶之内，所以称为桶柑。又由于生产季节正逢农历的过年前后，可当作年节的吉祥水果，所以又有年柑的称呼。目前栽培的桶柑为大春种桶柑及海狸柑。大春种桶柑就是一般的桶柑，果皮橙红色，果形为扁形，果皮组织略粗，果肉柔软多汁，风味浓厚。海狸柑果皮颜色橙红，果形较圆，表皮组织较大春种桶柑细致，果汁少，酸度低，风味比较不容易表现。目前台湾的桶柑大都集中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地区，
产季从每年的十一月到隔年的四月，消费者都可以吃到美味的桶柑。桶柑属于芸香科多年生的常绿果树，原产于热带地区，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广，从黏种到极沙质的壤土都适合栽种。一般来说，以 pH 5.5 到 6.5 的酸性壤土以及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最为适合栽种桶柑。一般而言，桶柑的肥培管理是农友所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农友应随时注意植株的生长情形，做好营养诊断的工作，并依据诊断的结果作为果园合理化施肥的依据。农友可自行采取果园成熟的叶片与土壤，送到当地的农业改良场土壤肥料研究室去做分析，并且依照分析的结果给予植株最适合的肥料施用推荐。桶柑的施肥时期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采收后的理肥及基肥施用；第二，春梢开花至着果的春肥施用；第三，果实肥大期的下肥施用。一般采收后的果树，农友必须马上施加理肥及基肥，两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以恢复果树的果实，同时促进花芽的分化。以每株生产120公斤的桶柑为例，三要素的推荐用量为氮素，每年每株适用1000公克；磷柑，每年每株适用500公克；氧化钾，每年每株750公克。理肥施肥的分配率为氮素40%，磷柑40%到100%，氧化钾30%。另外，每株每年施用25公斤的有机质肥料。两者的施用方法，农友可在果树的树冠下开沟，以调试的方式来施肥，或者是以穴施的方式，在树冠下的四周用钻孔机钻4到6个穴，穴深大约是40到50公分，并施入有机质肥料及化学肥料后覆土。当果树于春梢抽生及开花时期，农友可进行剪枝及第一次追肥的动作。剪枝是以促进新梢的抽生，同时剪除细小干枯的枝叶和树势较强的徒长枝。因为已经成年的树枝生长茂盛，会影响到树势的生长，同时也可以让枝干均衡的发展，并且矮化树势，增加枝叶的透光度，增加果实的品质。至于桶柑的第一次追肥，离开花至着果期，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着果。第一次追肥的分配率为氮素40%，磷柑0%到50%，氧化钾30%。追肥的方式，农友可撒施在树冠之下，同时用果园清除的杂草做覆盖，以提高肥料之效用。在这里，农友要特别注意，在桶柑果实发育的初期，如果遇到雨量不足的时候，农友应该做适度的灌溉，以免土壤缺水而影响到果实的生长。
甚至造成严重落果的现象。在第二次追肥，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果实的肥大，分配率为氮素20%，磷苷0-20%，氧化钾40%。农友在第二次追肥时期，如果遇到雨量丰沛，则氮肥的适用量可以减少或者是免施，以免夏秋梢过于旺盛，进而影响到果实的品质。而磷苷的施用可在基肥时一次施用完毕，或者是分成两次来施用。同时第二次追肥的时间必须在国历8月以前施用完毕，因为追肥时间太晚，果实吸收太多的氮肥无法迅速的转化，所以果实的转色会不好，果皮增厚，甜度降低，同时也不耐除长。我在82年的时候接受了桃园区农业改良场农林厅农委会的这种合理化施肥的这个计划。也许在台湾里面呢，我们的那个果树界里面，也许是我最早接受这个计划的。那在这计划里面呢，让我成长非常多。在我们的那个施肥里面，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有机质的施用，还有化学肥料一个减少里面呢，它对我的那种观念跟技术的那种传承呢，有当初我是传承的一种很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当初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来做。但是呢，你要知道，各位要知道，今天这种水果果树这种土壤，它化学肥料是用久了，它会对我们的土壤会有一个伤害，它会盐化跟焦化。我刚回来的时候呢，我的树势呢，还有结果力，还有果实的大小都非常的差。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的收成不好，我们病虫害的非常严重。然后果树的那种外观呢，让人感觉好像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但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经过这合理化施肥的这个计划给我们一个认知了之后呢，我们做了什么动作？第一个，我们做土壤分析。第二个，我们做了叶片的分析。我在土壤分析里面，让我知道说，我那土壤里面的 pH 是太偏强酸，所以说那个时候政府又推行了合理化施肥里面其中一项，多施用有机肥，改善土壤的一个物理性。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们每年一株的果树里面，我也是用一棵树里面也是用一包的有机质25公斤一棵，然后我们再施用石灰质材料去改善它的 pH 值。经过3年的努力之后，我再报告一下成果。我的 pH 值从3.多将近4改善到5.5以上。那第二点里面，我的土壤呢，当初是一个非常焦化的一个土壤，它现在我的土壤变得非常松弛，然后我的果树也变得非常的一个茂盛。所以说各位可以从我的果实里面呢，可以看得到说，我的果实你看，每颗都非常的硕大，然后结果率非常的高。所以说，我在这种种种里面的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从那3年前82年到85、86年，快这个计划快结束，我们实行了这么多年一个计划里面做一个落差来检讨的话。之前的收成跟收益跟我们后面的这种收益，我们农民我做的都是做那么辛苦，我们今天的一个看到一个成果是什么？相信合理化施肥的这一个政策，但是这里面的让我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接入这个计划之后，我们做这些动作之后呢，让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农民都赚到钱了，我们的果子我们的果树呢抵抗力增强，所以说我们的病虫害减少，我的结果率增加，我的果实变得比较大，而且品质也非常好。我们参加过全省的这个统干的全省比赛，第一名到第六名就是我这个产销班，因为我也是第一个接受这个计划的一个单位，一个产销班，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成果，我非常感谢改良场、农林厅还有农委会给我们的这计划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共识，让我们去了解说。原来我们从前之前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能传承之前给我的一些计划里面呢，一些从前的老旧的观念里面，让我觉得说这些都是不对的。
桶干经过合理化施肥之后，果实丰硕肥美，并透过糖度测试仪器，甜度更高达13度以上。所以实施合理化施肥，除了能恢复土壤生机之外，也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及产量，更能够提高农民的收益。文常消费者对这种果实上面有一些这花纹呢，有一个误导，就是认为说，哎，它是不是有别病菌感染啊，或者有一些伤害在啦？其实各位都错了。它第一点我要跟各位报告说，它的内容绝对是跟一般我们看到特级品外观完全没有伤那个是一样的，因为它的形成是因为说，在开花期的时候有一种昆虫叫花蓟嘛，然后当它花在开的时候，里面有个小小的那个蒂，那就是它果实的时候。它非最要是它在最脆弱的时候呢，那种昆虫进去呢，要想吃它的花蜜啊、花粉啊，在那边逛了一下、绕一下，不小心碰到呢，就变成这样子。我那个柑橘里面呢，常常会看到这种疤痕之类的。其实呢，它跟一般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它内容是一样的，它品质还是一样的，但是它价格比较低。我是建议说，消费者认为说，各位呢，可以不妨可以挑选这种果实来买。峨眉乡位于新竹县的山区，山多田少，经常是雾气弥漫，所以相当适合桶柑的生长。由于桶柑的生长过程当中需要多风、日夜温差大的生长环境，再加上农友们辛苦的工作，无怪乎峨眉乡的桶柑香甜好吃，远近驰名。采收后的桶柑，农民在集货场中积极做品管检验及分级包装的工作。经过刷子清洗后的桶柑，再透过自动选果机的筛选之后，依照果实的大小自动分级包装。如此不但能降低运销时间及成本，更能增加农民的总收益，并且能够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选购桶柑时，以果形正常，果皮组织较细，颜色呈红均匀，无外伤者为佳。桶柑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P 及矿物质，除了鲜食之外，也可以榨汁及做成果酱。桶柑它是属于柑橘家族，也就是居元酸类的水果，那它的维他命 C 的含量非常丰富，其次就是它的钾离子还有叶酸也都非常的丰富，还有就是也有很丰富的这个可溶性的一种果胶。我想果胶就是大家在做果冻的时候会让这个果冻粘稠起来的这个成分。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除了在吃这个果肉，我想果肉这个柑橘的果肉是在这个冬季里面具代表性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在吃果肉的时候都是把这个橘皮都丢弃掉。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古人就已经知道把这个丢弃的这个橘皮拿来作为一个可以当作一个健胃啦、枕肠啦、止泻啦，甚至有助消化作用的，把它当作一个中药的药材。那现代的一些研究也就发现了说，在这个橘皮也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吃橘子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一丝丝的白白的那个东西把它剥掉这个里头呢，它其实含有非常特殊的一些的化学物质那其中呢有60%的这种很类似结构的这种化学成分我们把它称为所谓的甘薯类的生物类黄酮那这个甘薯类的生物类黄酮呢，它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个
生理的作用，它就是能够维持我们微血管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会避免这个微血管被脆裂掉，而造成这些微血管的一个不正常的出血，甚至它可以改善这个微血管的整个的通透性，所以让这个微血管里面的一些物质不至于这个在这个血液里面做一些这个不正常的一种流动，生物类黄酮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甚至它还可以有具有抗菌，防止发炎，甚至能够促进一些胶原组织的合成，帮助我们的一些伤口的愈合，这个都是这个所谓的甘薯生物类黄酮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那另外就是说酮甘里面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所谓的这个类胡萝卜素，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那对于在这个防癌上面也非常具有它的一个功能，那这个都是这个酮甘它一个非常具有特质的一些营养的成分。酮甘是一种多年生的作物，从栽种到开花结果，果实的采收是需要相当长的年月。相信借由农业单位的技术辅导，台湾的农产品必定能够广受消费者的喜爱与肯定。柑橘的生产力，世界各国主要产地每公顷平均31公吨，台湾呢只有13公吨，生产力不到一半。生产力低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病毒感染病株增加，山坡地表土流失，有机质及微量元素缺乏，灌溉设施不足等等。物必致败而祸福，大多数作物发生病害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栽培土壤环境的恶化、肥料使用不当所引起的。今天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实施合理化施肥7-8年以来，严格遵守改良场的指导与建议，密切合作，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特别幸运的。在我们节目制作过程之中，我们发现成功的农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乐观进取，虽然也曾经经过挫折和失败，可是呢他们不会怨天尤人，反而更努力更虚心的去探求失败的原因，一一克服。乡间小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周同一时间再见。